大家好，我是亮子。昨天我们救助那个拉布拉多的时候，在狗贩子那里还发现了四条宠物狗，狗贩子马上要宰杀了。经过跟狗贩子的协商，让他给我们留下来了。我们今天一早我们就去狗贩子那里把那四条狗给救下来。因为昨天带的钱不是太够，晚上回去又筹了一点钱，今天我们一早就出发把那四条狗给救回来。我们现在就去。大哥，爷爷，我跟你说，这几条狗是不是给我撞好了是吧？这哪给你撞的？我要傻呀，我这个呀。哎，大哥，怎么这条狗你怎么傻的？这我早上才买的。哎呦，我一星期刚买的。哎呦，你不能我这都要傻的，没人说别咬你。啊，没事，这都是宠物狗，它不咬人。你说，哎。哎，我昨天我都跟你说好了，这几条狗回来直接带走的。昨天都是带的钱不够，要带钱够，昨天我都给带走了。这你不交押金，谁给你啊？这交押金那个吧，你这四条狗给我，我今天来了，我都给带走。你看我，看吧。这技能人的技能要啥，着急啥？你别傻了，这昨天都给你说好了。你那个嘛，这四条狗你给我，昨天来了，这个我一定得带走。这我大人你不能反悔。行，你看看多少钱，我给带走。昨天咱都拉的差不多了，对吧？你再给便宜点，就是说的，俺回去也不是傻了，俺是为了，对吧？你就是说，确定为了啊，做个善事，这个。那你给我也带笼子来了，你给我我放开，我回来直接给带走。你看多少钱？这个我们现在带着四只毛孩子已经回到小院了。这几只毛孩子到我们小院算是安全了。今天几只毛孩子刚来，我们跟他还不是太熟悉，今天就先不给他们打理了。但是毛孩子来到我们这状态特别好。几只毛孩子一到我们小院都特别高兴。但是我看他们好像是也都特别饿了，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给他们做一点吃的。来，走，来吧。